就是我身上的米色，一个是超级唯美浪漫的豆沙粉。好，它怎么做的呢？有用蕾丝拼接漂亮的这个有点像猫眼石的扣子，然后整件是棉麻，然后可以绑起来。然后呢，手袖的话大概落在一个七分的位置，非常的漂亮，完全不勒手。然后呢，它呢一样是 SML 的身宽都可以穿，棉麻材质超级软。如果你是敏感性肌肤的话，这一款也 OK。手袖的部分是帮你们做那个六分袖，就是方便活动，然后又可以遮手臂，然后下摆的地方它是做真抽绳，对，像我现在是把它抽到最紧。那你们如果不想露出这个绳子的话，你们就可以把它放进去，你就不用再扎衣服，看起来却会有扎衣服的效果。后面是做素面的，对，全部都是做素面的，非常好看。它的花纹很漂亮，就做一个滚边之外，它还有连接到这个肩膀的地方，有个做个延伸的效果，看起来的话，你整个身形更显瘦。